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我们非常欢喜，有殊胜的缘分啊，净宗无量寿经能在日本啊分说一次啊一座，承蒙前总理鸠山阁下的邀请，水谷新政上人、中西随公上人、土井上人啊，大家的邀请，成就这一次的弘法因缘。诸位都知道，这一年多来，全世界灾难频率不断地在上升，如何应对这个灾难？所以我们在去年清明这一天，我们把《华严经》暂停，《华严经》讲了4000多个小时，还不到一半，我们发心呢，将《无量寿经》呢再讲一遍。这部经过去讲过10遍，这是第11次讲解啊。这一次呢，特别选择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经的汇集是夏莲居老居士，注解是黄念老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宣讲呢，就是净土大经节讲义，已经讲了430次啊，一次是2个小时，也就我们讲了800多个小时啊，将近900个小时。希望这部经啊，在今年10月讲圆满啊，总共啊讲1200个小时。在香港讲过，在台湾讲过，在马来西亚讲过，在澳洲讲过，这次在日本讲过，也像华严经一样7处9会啊。我们这个地区与无量寿经有缘分啊，这个经在过去善导大师极力提倡的啊。善导是中国净土宗2代的祖师，对日本佛教的影响非常之大啊。唐朝时候，除善导大师之外，天台山的智者大师跟日本也特别有缘分啊，这两位大德。我这一次是第7次到日本来，过去呢
只有短时间的讲演，没有正式讲过经，这一次正式讲经，而且是净土第一大经，就我们无量的欢喜，来与日本这边同修啊一起分享，今天我们从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44面啊，544面第一行看起啊，从这个地方学习，从不当嗔怒至至诚忠信，乃第一句为人臣之事善啊。这个经文，我把经文念一念啊，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习，不得忠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啊。这一段经文啊，这我们今天学习。这一段呢，是人臣之善啊，也就是做人基本呢必须要学习的啊。里面举了几个例子啊，告诉我们断恶修善才能够化解灾难。前年的八月，国外有一些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了一次会，讨论如何应对2012玛雅灾难的预言。这个会议两天，他也邀请了我，我们也去参加。那么我们净宗学院有8个人去参加，他们回来之后写了一份报告给我，我看到非常满意。第一天讨论的是近代科学的发现，报告这个内容与大乘佛法非常接近啊，也就是量子力学家他们已经看到阿赖耶了。科学证实了法相中所说的宇宙的缘起、生命的缘起，我们从哪里来的？是我自己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得到科学的印证。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让我们对这一方面这个疑虑澄清的，对佛法真正相信的。以后我们在这部经里面会提到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讨论如何应对明年2012的灾难。这个灾难到底有还是没有呢？在科学界里面几乎是一半一半
啊，一般的科学家认为可能会有，另外一半的这个科学家认为这个不可靠啊，不见得是真的。那么到底会不会发生？释迦牟尼佛教我们怎么看法啊，也就是佛弟子对这桩事情呢要用什么样的心态。美国的科学家布莱顿先生啊，他在2012这个电影里面出现了四次，时间虽然不短，出现四次啊，这个拍摄电影的时候有他一份啊，他告诉我们2012应该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们觉悟的开始啊，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希望呢，住在地球上的人们都能够弃恶扬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断恶修善啊，弃恶扬善跟断恶修善意思相同啊，这他说头一句话。第二句话呢，希望人呢改邪归正。第三句话他说端正心念。如果居住在地球上的人都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但可以化解这个灾难，而且会把地球带到更美好的将来。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可是问题，我们会想到啊，这个地球上的人会不会断恶修善？能不能改邪归正啊？如果不能改邪归正，这怎么办啊？我们都有这种疑虑啊！啊，科学家他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数据啊，整个地球上的人当然不可能改变。他说只要地球人口的总数1%的平方根，那么这样算起来大概就有8000多人，不到10000人。如果地球上真有8000多人能够真正回心向善改邪归正，就能够拯救地球。那8000多个人我相信可以找得到啊！啊，到哪里去找呢？找那些虔诚的宗教徒啊。所以这桩事情我访问梵蒂冈的时候，我跟他们的这个陶然主教讨论过这个问题，希望天主教也能够发起他们的教徒啊，真正改邪归正，为明年这个大灾难做祈祷啊。那我们全世界净宗的同学，我相信8000人是很可能找得到的啊！希望我们认真放下万缘啊，我们做出了牺牲奉献来拯救地球，
帮助地球上苦难的众生。那也许有人说，地球上现在人口将近70亿啊，8000万人，这个善人，那7000万人，70亿人造业，这行吗？能帮得了这个忙吗？啊，我们总免不了要怀疑。啊，一怀疑，我们的信心就失掉了。啊，好在中国古人说了一句话，叫“邪不胜正”。啊，一正呢，能抵得百邪。100个人，99个人造罪业，一个正人的时候就能帮助他们。啊，能够减轻他们的灾难。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升起信心，就不会怀疑了。啊，这一桩事情佛经有论证，科学也给我们做了证明。啊，只要我们认真，佛在经上常说，至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呐。啊，作恶的人，他们的心是散乱的；学佛的人，心是专一的。啊，我们用什么方法？这一部经里面讲透了，讲得太好了，太详细了。如果真正能把这一部经明白了，通达了，我们对自己自然就会升起坚定的信心。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但能度自己，也能够帮助这一切造作恶业的众生化解灾难。啊，那么这几天我们看到这经上这两段这个两篇的经文，上面一篇是三辈往生，主要跟我们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啊，而这一篇呢，往生真因，是前一篇的补充说明。前面一篇讲果报，这一篇讲因现。啊，我们修因就能够得果报。啊，所以在修因里面，第一个，我们要想到极乐世界去做佛，首先要把人做好。啊，所以前面这一段呢，是叫我们把人做好。啊，我们人做好了，这个地球上的灾难就可以化解了。啊，社会秩序可以恢复正常了。啊，这是什么原因？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世间决定没有自然灾害。我们现在都常讲自然灾害啊，佛法不承认。没有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是怎么回事情呢？是人心不善所感召的。人心要善良，这个世间不会有灾难。啊，我们修净土的人，这么多年来，啊，我们肯定，我们相信，不怀疑，我们的地球跟极乐世界实际上来讲没有两样。为什么极乐世界那么好？我们地球上灾难这么多啊，特别是这两年来，
灾难的频率不断上升，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了，极乐世界的居民，人人都是上善之人。十善一道啊，他们百分之百的圆满了。那回头再看看我们地球上的居民，十善一道啊，我们完全没有做到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食物啊，上品的食物。这两个对比啊。180度的不同啊。如果我们也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实现，我相信我们地球上就是极乐世界啊，绝不会比阿弥陀佛的国度逊色。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是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感应呐！所以佛在此地首先教我们把人尘世善修好啊，嫉妒。妒忌他人之圣事，又害邪为忌。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但是这一段没有学完，今天我们从头念起。这个是有意无意造作的罪业很重啊。别人有好事，一般人看到都生嫉妒心而不知道这种嫉妒的念头、嫉妒的行为对别人伤害并不大别人受害顶多三分呢，自己受害是七分把自己的善心破坏了，没有了自己的功德破坏了，将来果报在哪里呢？果报在地狱啊！想到地狱苦啊，这个事情怎么能做他为什么这么做法呢？这真正叫愚痴，没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明白人绝不干这个事情，没有智慧呀，愚痴迷惑才干这个事情啊！这一桩事情，佛在《大小乘经典》里面说的太多了，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头特别建立了一愿，叫随喜功德，对治嫉妒的别人做好事，我们能够随喜，把他的好事功德变成我的好事功德，这何乐不为之呢？为什么要嫉妒去破坏呢？破坏的罪业多大了，他这一段好事利益众生、利益社会层面越大，你的果报就越严重。如果他利益的时间越长，你在地狱里受苦的时间也越长，那完全成正比例
这一桩好事，如果是能够立业天下国家后世，那你要是嫉妒障碍啊，破坏它，堕在地狱，那可能是永远不能翻身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清楚的。所以佛对于这种事情是常常说啊，如果你明白了，人家做这个好事，我们有能力出钱出力去帮助他，随喜功德，他的功德多大，我们得到的福报跟他一样大。如果我们有能力随喜啊，没有能力也没有财富，帮不上忙，我生欢喜心，我赞叹，那一份随喜功德也不可思议啊。啊，楞严经上讲的那功德是跟他还是圆满的，为什么？你的心圆满，大乘法里头论心不论事啊。啊，有的时候发心他没有力量，他发的心真圆满。啊，比那个随喜功德出钱出力的，他的果报还超胜。这什么道理呢？啊，譬如这是一个富翁，啊，他有100亿的财富，他只拿个几万块钱来随喜，那太少了。你这个一分钱没有的，你那个随喜的心呢，超过了他。所以福报的时候，哎，这个人超过了那些富翁。啊，我们今天有些财主啊，啊，超过他很多啊，啊，这才能讲得通啊，才能讲得圆满啊，啊，所以随喜功德不可思议啊，啊，尽心尽力，啊，不要去留，啊，佛告诉我们这三桩事情。最要紧的学佛终极的目标，不管是哪个宗派哪个法门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总目标都是明心见性啊。为什么呢？自性里面的功德是圆满的，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样样圆满，没有欠缺呀！啊，自性里面只有吉祥，没有灾害。啊，所以见性是真的，大圆满。大吉祥，大自在呀！啊，那么所有这些灾难，都是阿赖耶里面的事情。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真心。啊，没有见性的人，我们自性里面圆满的智慧德相，不起作用。他有障碍，这个障碍佛是一句话把它说破了啊。华严经出现品里面所说的，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句话说得很清楚嘛。啊，我们凡夫的毛病在哪里？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这三种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大乘经上说，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叫见思烦恼。这个东西把我们的智慧、德能、相好障碍住。我们的智慧、德能、相好没有丢掉啊，
只是障碍，透不出来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我们跟释迦平等啊，我们跟诸佛如来也是平等啊，我们跟阿弥陀佛还是平等啊，没有丝毫差别啊。如果我们听了佛法，能够在一念之间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这个人就成佛了。所以凡夫成佛，你说要多少时间呢？一念之间转过来他就成佛。有没有转过来的呢？有。本师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他在菩提树下表演给我们看，放下了他就成佛了啊。在中国唐朝时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也表演给我们看啊，释迦牟尼佛当年那个他的我们今天讲程度，他是个知识分子啊，广学多闻啊，用这个方式做给我们看。而慧能大师呢，他给我们示现的不一样，他不认识字，他没有念过书啊，虽然做了祖师，五祖把法传给他，他一天经都没听过。在五祖的道场住了8个月，讲堂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8个月，我想诸位都知道他在哪里了。五祖仁和尚派他做苦工啊！啊，在对房里面舂米破柴，干这个工作，干了8个月。啊，最后的这一天，五祖传法给他，半夜3更在方丈室里面召见，给他讲《金刚经》大意。啊，他没有念过书嘛，肯定没有经本嘛。我估计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放下了。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放下就成佛了啊，就见性了。那见性是什么样子呢？啊，他向五祖提出报告，说了20个字。那就是见性的样子啊。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用现在的话说，没有想到自信啊，本来是清净的啊！我们大家的自信本来是清净的，有没有染污？没有如果有染污，那就不叫真心了，没有染污啊！我们的染污是什么？是阿赖耶有染污，阿赖耶障碍了自信啊，自信没有染污啊。何其自信，就没有想到自信啊，本来是清净的。第二句呢，本不生灭，没有生灭，那就告诉大家没有生死啊。生死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生死生有生死，
你的自信没有生死，没有生灭。啊，第三就是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这一句话就是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具足如来的智慧德相，啊，自信清净心里，万法具足，一样都不缺。啊，为什么呢？他后面说到，啊，第四就是本无动摇，本无动摇是自信本定，你的心从来没动过。动是假的，不是真的，妄心真心不动啊，是自性本定的。后头一句能生万法，如果你的心里就有欠缺，你怎么能生万法啊？极乐世界是自性生的，这个万法里头包括极乐世界，包括华藏世界，也包括了十法界一真庄严。啊，佛国度、众生国度，通通能现。啊，不现的时候，本自具足，你不能说它无；现的时候，你不能说它有。啊，说他有说他无都错了，那都是妄想妄念，不了解事实真相。啊，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你怎么说都是对，没搞清楚怎么说都是错的。为什么？是你的意识的妄心里面起作用，一妄一切妄，觉悟之后啊，这是真心，一真一切真，啊，这个道理很深，但是必须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那我们这样的根性，实在讲，在六道轮回的时间太久了，迷得太深了，迷得太重了。转不过来呀，怎么办呢？诸佛菩萨足是大德了，对这个情形很了解很清楚，教给我们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你的烦恼习气逐渐逐渐的放下了啊，自性里面的光明德相慢慢去透出来了啊，只要你的方向目标不改变，这些烦恼习气知道，这些烦恼习气一年比一年轻，一个月比一个月轻，这一生决定得度啊，那恭喜你，你成就了。啊，头一个提出这个嫉妒重要啊。啊，这个心一般人都有。是居身烦恼。啊，从什么地方观察呢？你从那个小孩。3、4个月的小孩。两个小孩放在一起，当中放一个糖，你看他们两个都去抢。啊，抢到的那个没抢到他就生嫉妒心。你就能看出这个表情，所以嫉妒不是人教的。叫俱生烦恼啊，生生世世都有。阿赖耶识里头有强烈的这个习气。
啊，我们细心观察，你就知道了。啊，这怎么办呢？这叫教啊！啊，要慢慢让他觉悟啊，这是错误的习气，不是好东西，应当把它放下。不教他不知道啊。啊，那么教学，中国人最内行。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绝对不会输给印度。啊，印度婆罗门的文化，我跟他们有接触啊。这些长老们告诉我，至少有13000年。释迦牟尼佛到今天3000年了，他在释迦牟尼出世之前就10000年了。啊，我们中国老一代的人，对于佛陀的纪念，都是用中国古时候所传的，啊，释迦牟尼出生在周昭王24年，迦言，啊，迦言，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啊，他原籍呢是周穆王53年，啊，我们中国人算虚岁，世尊住世80年。啊，讲经教学49年。啊，他30岁示现成佛就开始教学。79岁圆寂。啊，讲经教学49年没有干别的事情啊。啊，教学的目的何在呢？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你看，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用的方法是教学。为什么？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颠倒来的。啊，我们对于宇宙人生森罗万象，我们看错了，我们想错了，于是我们说错了，我们做错了。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灾难这么频繁，啊，我来的前2-3天，有个同学，很难得。他把最近3月、4月、5月这3个月全球发生的灾难啊，新闻的标题不是内容，标题列出来给我看，将近200起，怎么会这么多？而且都非常严重。这苦啊，那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来的，根本的原因就是迷惑。啊，乐从哪里来？乐从觉悟来的。如果对这些事情都明白了，啊，什么原因有时有这个灾难？你明白了，我不造这个因，就不有这个灾难了。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那佛告诉我们，在楞严经上说的，啊，水灾是从贪婪来的，我们的贪心太重，赶得来就水灾，海水上升。啊，冰川融化，贪婪
感的水灾，成慧感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脾气发得太大了，尘怒啊是火灾啊，愚痴是风灾啊。啊，一个月当中有几百次的龙卷风，这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啊，造成严重的灾难。傲慢是地震。啊，还有个怀疑，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慢，古来祖师大德讲的多，这个疑好像讲的很少。我现在发现了，疑的灾难比前面四个还要严重。啊，疑是什么呢？不相信啊。现在这个疑可不得了，为什么呢？太普遍了。第一个疑说，不相信自己了。啊，你今天就问问几个人相信自己，这个问题真严重了。啊，不相信自己，不相信父母，不相信老师，不相信伦理道德，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佛菩萨，也不相信有天神，什么都不相信了。啊，这个疑的灾难是什么呢？疑的灾难是大地松散了。你看你念地藏经，坚牢地深，那地本来是坚固的坚牢的，现在这个地松了，松散了，山很容易崩溃啊，大地很容易陷下去。这个原因是疑惑的所感的。对我们身体来讲啊，我们身体是小宇宙啊，外面环境是大宇宙啊，大宇宙跟小宇宙没有两样。这个怀疑啊，对待我们自己是把免疫系统完全破坏了啊，所以外面来的这些病菌呢很容易感染。如果信心非常坚定的人，他的免疫力很强啊，这个病菌对他的时候不能伤害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真正在自己内心里头建立，我们不贪不嗔不痴啊，不傲慢不怀疑，这个灾难自然就化解了。啊，现在有少数的科学家对佛法里头这个讲法了，他们肯定了，他们认为很有道理。啊，这是什么原因？今天整个世界崇尚于物理，现在物理解决不了问题了。啊，宗教跟佛法呢，跟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呢，它着重在心理啊，这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心理能够改变物理啊。东京江本胜博士跟我也是老朋友，他做的水实验证明了水是矿物啊。啊，水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思。我们以善心对待它，你看那个接近多美。我们恶念对待它，那个反应就很丑陋。
说明什么呢？说明了我们人起心动念，山河大地，一切万物统统知道。我们念头善，他对我们的报也善；我们念头不善，他的回应也不善。道理在此地啊！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应付这个灾难就明白了，我们信心就建立了。一定要断恶修善呐、断恶修善讲的最圆满、最究竟、最透彻的是佛经。啊，《华严经》讲的非常详细，分量太大。啊，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像我这种讲法的时候，讲一遍要2万个小时啊。我们才讲4000个小时，1/5了。啊，《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等于说是小华严经啊，小华严讲讲一遍大概是1200个小时到1400个小时啊，可以讲完啊。我们现在1天4个小时啊，希望在2年当中啊，这部经讲完了。啊，对于我们的修学会有帮助啊。啊，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消灾免难有好处。我们自己灾难能够化解，也就能帮助我们居住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少灾少难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慈悲也，当年住在这个世界49年讲经教学，从来没有一天间断。那我们比不上佛陀，我们今天还能讲4个小时，释迦牟尼佛一天是10个小时都不止啊！啊，这是我们没有法子跟佛陀相比。那佛陀是我们的典型，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啊！学佛无论在家出家，要以阿弥陀佛为榜样啊！你看他老人家万缘放下，一尘不染啊，起心动念是变法界虚空界的苦难众生啊，没有一念为自己啊，成就众生就真正成就自己啊，念念为自己着想啊，是念念害自己啊。那为什么呢？自私自利啊，这个念头是轮回六道轮回第一个因素，你不能放下，那你就是轮回心，你学佛也是轮回业，轮回心学佛嘛，都是轮回业嘛。那轮回业在六道里面，你得的是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我们真想出六道轮回啊，那就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要学得跟他一样才行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
啊，放下贪嗔痴慢，我们就得度了。啊，最理想的去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我们建立了这么好的一个道场，啊，修学的场所。啊，阿弥陀佛的智慧、光明、福报，诸佛赞叹呢。啊，大家尊重他，赞叹他，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光中极尊是赞叹他的智慧，佛中之王是赞叹他的德行。啊，他为什么人修的？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修的。啊，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福报跟阿弥陀佛一样大。为什么呢？阿弥陀佛的福报啊，供养你呀，啊，加持给你呀。你的福报跟他一样大了。那智慧呢？他老人家天天讲经教学，没有中断。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要吃饭啊，不要喝水，也没有大小便利，你说多好啊。他也不要睡觉啊，他精神好，永远不需要睡觉。所以你的学习呢，没有中断呢。我们这吃饭睡觉不就中断了？那人家一天24个小时，24小时都在学习，我们一天学习能学习8个钟点就算不错了，还有16个钟点不行啊，中断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学习不中断，不中断你就知道他学习的进度多快。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很短的时间自己就毕业了，就成佛了，就功德圆满了。我们要真的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能不去吗？这个地球现在快破破烂烂的了，赶紧移民到极乐世界。无量寿经就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详细报告啊，这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啊！啊，让你知道你的好处，知道怎么个去法，去法很容易啊，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啊！所以看到别人有好事，欢喜赞叹，决定不障碍，决定没有嫉妒啊，没有嫉妒。我们的随喜功德就能显现了啊！随喜功德是信德，嫉妒是阿赖耶里面的业障，这个东西要把它放下，不要它了。又害心越嫉，这个罪过就更重了啊！你看他的贤人啊，圣贤人，他做的是圣贤事业，圣贤事业是大功无私啊！啊，你要障碍他，阻碍他，与他不相干，你没有害到他，人家名闻利养都不要，你害他什么？啊，你的罪从哪里借呢？他做一桩好事，利益社会，利益大众，你把他障碍的，社会大众得不到利益了。你借罪是跟社会大众借罪。啊，你跟这个圣贤人结不了罪啊，他跟你没有过节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要清楚啊，圣贤人你是害不了的，你害人家无非是把人家名闻利养断掉，他不要名闻利养，你断他什么啊？你把他害死，他知道身是假的，但他不贪生不怕死
啊，你杀了他没事，啊，你杀他说他提升了，他往上升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害他，你只有害自己，自己造的这个重业的时候，把自己往地狱里头堕落去了。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啊，你就不会再干这种傻事了。所以害圣贤，你是丝毫都没有破坏他，而你自己做了百分之百的罪业。啊，你对他一分伤害都没有。啊，他还会感激你。为什么会感激你呢？你要不障碍他，他为众生做很多事业，做事业很辛苦啊。你这一障碍他，他不能做了，他不要做事，所以他很感谢你啊，他没有那么累了嘛。啊，他不做事情功德圆满。这什么呢？他不是他不做，他有障碍他不能做。所以他的功德是圆满的。你没有伤害他一点，所以他很感激你。啊，感激你，你堕阿鼻地狱啊，你堕无间地狱啊。啊，堕无间地狱，他还是感恩你，啊，还是为你祈福，你在无间地狱的苦少受一点。你看那个心多慈悲，多善良。啊，我跟大家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啊，没有一句是假话，啊，所以这个嫉妒害贤是最大的罪过，这个世间里面最大的恶都不能做。啊，那么第二个呢，贪贴，贪贴就是贪吃，啊，这是人生很大的毛病，谁不贪吃啊？啊，你去找，找不到一个，哪个不贪吃？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嗯，他不贪吃。他到外面去偷钵，偷钵什么？给什么吃什么，没有选择的。啊，日中一时，一天吃一餐呢、啊。树下一宿，是他不贪睡，他不贪吃，啊，财色名食睡。啊，说财色名还可以断，这个吃睡不容易啊。那这怎么个断法了？佛教给我们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一时行吗？啊，我年轻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师学经教，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我跟他学，他老人家日中一时啊，而且几十年了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他告诉我他30多岁开始学佛就日中一时，我跟他那一年他70岁啊，我跟他10年啊，我在没有跟他之前好像我学佛6个月，我把晚上这一餐就断掉了啊，一般人叫吃午啊，我不是吃午，我晚上断掉是因为太穷了，三餐饭吃不起，所以一天吃2餐，这我老实告诉大家
我省下一餐，修一点福报嘛，就养成习惯了。所以到台中跟李老师亲近，他老人家他吃一餐，我想我也应该可以。他70岁，我才30岁。那我跟他那一年是31岁。他老人家70岁。那他已经吃了那么多年了，我说我开始一下早餐断掉。我中午吃一餐。我吃到第8个月，我再向他老人家报告。我说老师，我现在也吃一餐。吃多久了？我说8个月了。身体怎么样啊？我身体很正常啊。他桌子一碰，永远这样下去。我说为什么？一生不求人。人到无求品自高啊。生活简单的容易，我只要一点点就能够活得下去啊。跟他老人家学来的。我跟他老人家讨论这个事情，我自己有一点体会。我向他报告。人身体像一部机器一样啊，饮食是能量的补充。那么生机器有耗油的机器，有省油的。你们开车不是有耗油省油的？那这个消耗是它消耗到哪里去了呢？我的体会，95%消耗在妄念上。妄想多，它消耗量就大；那个妄想少啊，它消耗量就少。很正常啊，消耗量很少，一点点它就够了，它不需要多啊。消耗量多，你给它少了不行啊，它肯定会生病啊，它受不了啊。这老师同意我的看法。没错，95%消耗在妄念，所以妄念越少消耗就越少。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7天吃一餐，那他消耗就更少了，就是说妄念更少了。辟支佛比阿罗汉的功夫深，辟支佛半个月吃一餐，突破一次。那我们就知道佛菩萨不需要饮食。为什么还视线有饮食？那是跟众生在一起和光同尘。是来表法的。如果佛菩萨视线都不要吃东西了，我们都不敢亲近他了。你是神啊，我做不到啊，我没办法跟你学啊。所以他也一样给我们吃饭。说明的时候啊，他跟我是一样的，我可以学他，可以能学得到。是这么个意思而已啊。离开台中，在台北讲经教学也遇到很多障难了。最后遇到我们韩馆长，也是东北人，大连人。他们两个夫妇啊，发心护持，让我讲经呢不至于中断。每天有讲台练习，这个很重要啊。那么饮食这一方，他就提出条件了。他说一定要吃三餐，不吃三餐，万一生病的时候，说我们照顾不周到。他说我们对听众没法子交代。我想了想，没法子，盛情难却，我就把一餐分作三餐吃。
啊，本来吃一餐就是普通小碗嘛，三碗饭嘛，啊，分作三餐，一餐吃一碗，就分成三餐，就用这个方法。啊，可是最近的时候呢，我又把晚餐断掉了。人家问我，我说我不是这个过午不食，因为科学家给我们报告，将来会有粮食危机。我说我对应对粮食危机，我现在少吃一餐。真正粮食危机爆发了，我就恢复日中一食。我们心里啊，要预先有准备啊，啊，要把它养成习惯，少吃，啊，没有妄想，啊，心里面想的全是阿弥陀佛，每一天所看的全是无量寿经，啊，那我现在每天讲经四个小时，我读经也是四个小时。没有妄念了啊！过去还参加这个联合国一些和平会议，我两次在冈山，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会议，就在这边开的啊。所以过去六次到日本，两次在这边会开会啊，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工作不参加了啊，佛门里面的活动也不参加了，专门讲经教学啊，除这个之外全放下了，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欢喜啊，也越来越自在啊。啊，我们现在真正知道啊，世间第一等的好事就是学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没有比这个再好了啊，其他的通通放下了啊，所以在生活上的需要就更少了，越来越少了，越来越简单了。财色名食睡也五样都可以减少，我们不能断啊，前面三个可以断，后面吃跟睡的时候减少啊，尽量把它减少。大臣一章曰：令习财阀了，这叫亲啊，财不要吝啬，罚更不可以吝啬，令财得的果报是贫穷果报，令罚得的果报是愚痴的果报啊，所以要施财要施罚啊，施财得财富啊，施罚得聪明智慧。我们一般人讲求福求慧，你懂得修这两样东西，你福慧也都有了啊，全心全力去修，不要有丝毫吝啬，有多少是多少。好啊，源源不断而来啊，真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这个果报我学了六十年了，真的不是假的。啊，我这个人没有学佛之前呢，很可怜的。啊，很多人给我算命看相啊，都摇头啊。啊，命里头没有财库。啊，就是你一文钱都没有，乞丐的命啊。贫贱。贱是没有地位呀，啊，贫是没有财富啊，而且还短命，啊，寿命只有45岁，所以学佛之后，我自己对自己很清楚，
就把自己的寿命定到45岁，45岁就没有了，好好修啊，这一生不行修来生啊，修来世啊。学佛之后懂得这么一个道理啊，老师很慈悲，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也是大我39岁啊，把我看成孙子一代呀！这个老人有经验，我26岁学佛了，认识他了，他那一年是69岁。他很清楚，教我弥补修福修慧教我布施。我跟他老人家讲，我说我自己生活非常艰难，自己顾自己都很不容易了，哪有钱去布施呢老师告诉我，你一毛钱有没有？一毛钱可以，一块钱行不行？一块钱很勉强。他说，你就从一毛一块去布施，要有布施的心这个念头不要忘记，有这个机会你就去做因为那个时候接触佛法了嘛，就常常逛寺庙，寺庙里头有印经的，有放生的他们来募款拿了个单子，多少不拘，那我就写个一毛两毛有的时候写个一块钱就这样子做。大概3年收入就慢慢就好起来了好起来，老师就教给我，越多越是，不要留。我做了60年了，26岁，今年85岁了，做了60年了，效果卓著。我从99年，每一年在财布施，大概每斤是1000万。这么多年来你看最近的时候，我买了100套四库全书，500万美金。我又向世界书局买了200套四库会要，也是500万美金。分送给全世界的大学图书馆。有你就是越施越多，我一再劝大家不要再给钱给我了。为什么呢？不想做死了。你们送钱给我，我还得用我的时间，还得用头脑想做什么好事给你们回向。你不给我，我就不做了，多好啊，无事就太好了。可是偏偏还有人来送，怎么劝也不行。所以我在任何道场，人家捐送给我的红包全部送给道场，我一分钱都不拿。神事没有事多好啊，好事不如无事无事才是真正的好事所以这些道理懂得了，你看财布施真的财用不缺乏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缺发布施，我这个布施统统是学印光老法师的印祖是十方供养全部做法布施他那个时候是印经，那现在我们除了印经之外，我们有网络，我们有光碟方法更多了
法布施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对于有苦难的人、生病的人，要照顾他，要帮助他。啊，这三种布施得的三种福报，大家都有。你看，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啊，我命里头没有，老师教我做，我全得到了。老师没有欺骗我。啊，老师帮助我改造命运。啊，45岁那一年确实还有一场病，一个月自己就好了。啊，因为寿命到了，所以我不看医生，不吃药。啊，为什么呢？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命到了时候，你还求医干什么？就念佛求生净土，念了一个月没事好了。啊，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祖师不骗人，你真正依教奉行，你得到殊胜的果报。啊，你要不相信不去做，那你就有麻烦。啊，决定不能贪图自利啊，有这个心不好啊。啊，特别是佛教圣贤教诲，拿着圣贤招牌，拿着佛照、佛法、菩萨招牌，搞自己的名闻利养，后头果报都不好。啊，不能干这个事情。啊，佛法是清净法了，用染污心去修佛法，得世间的福报。啊，世间福报。有时候你作恶都太多了，你得不到人生，到哪里去享福呢？畜生道享福，畜生道享福，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你看人家养的宠物，那畜生呢真有福报啊，那全家人都喜欢他，那全家人人与人之间还要斗争，唯独对这个小动物是都有爱心。啊，因为他修福啊。啊，得这个福报啊。啊，所以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六道一定要离开，要舍弃。啊，这个地方决定不是常居之处啊！啊，要移民到极乐世界去啊！我们用2年的时间来分享这一部大经解啊，大家真的清楚明白了，你不会怀疑了。破迷开悟啊，断疑生信啊，啊，决定在这一生求生极乐世界，而且自己有把握去啊。机会就不会错过了。这下面是但著于财于法，不能施舍利人之心啊，这是贪吝啊。终悔信仰不坚，先信后疑，故曰终悔。这是中途后悔，这种人多啊，不但现在多，古时候就多。啊，什么原因？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不免怀疑。
那往往看到这个社会上啊，这个人好心行好事，但是没有得到好的果报。那个人做坏事做恶事情，又升官又发财啊，所以让人家看到之后啊，对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产生怀疑了。这个现象有没有呢？有。他道理不清楚啊。为什么作恶的人得善？佛家讲因果，他讲三世因果啊。他过去是修的福，修的很大。这一生，他所享受的是过去的福报，这一生造的恶呢，果报没有现前呢，有什么有报啊？他的福享尽了，这个罪业报就现前了。那唐太宗的福报多大了？啊，那个福报是那个福报是过去生中修的。啊，做到帝王，我们知道，至少十世修福，才有那么大的福报。啊，不没有十世累积的福报，他做不到，不可能得到这个地位呀。啊，因为他年轻，做了皇帝，他知道，治理一个国家要智慧。要有方法，要有经验啊，这些东西他都缺乏啊。但是他很聪明，他就想着说，这要跟古人学习啊。在他那个时代，中国的古籍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他前一个朝代隋朝留下来的书籍有一万多种啊。啊，可见的中国文化的丰富啊。啊，他下令给魏征成立一个小组，替他收集啊古代的从三皇五帝以来的2000多年当中有关于修身齐家治国这些文字，他统统要啊，从这些古籍里面把它抄出来3年完成了，从10000多部书里头选出1000多部，然后再从1000部里头又精选精挑细选的选了65种啊，这65种书里头，唐太宗所要的，统统把它抄起来。这一部书叫《群书之要》。啊，读这一部书，就等于说把中国古籍有关于修身齐家治国的，就全部都读到了。这一部书，对于唐朝的这个盛世啊。贡献非常大了啊！但是这部书唐亡了之后在中国失传了啊。唐朝时候没有印刷书，印刷书没发明，都是手抄本，手抄本我们知道数量很少啊，不多啊，这书到哪里去呢？到日本来了啊，中国找不到了啊！一直到嘉庆皇帝登基，日本给这个嘉庆皇帝送一些礼物，送礼物里头有这一套书啊，中国人才再看到，当中没有看到的是1000年了
啊，从日本再传回去，传回去我看到那些序文上写的不超过十套啊，所以在中国非常稀有，很少人能看到的啊。我知道有这么一本书，我也没看过啊，不过我晓得有这个东西啊。我是从世界书局有个小册子叫《诸子之要》，我看过这部书。这部书从哪里来的呢？是《群书之要》最后的一部分，所以我就晓得有这本书啊。我找了很久啊，台湾这些书局都不知道。讲经的时候偶尔提到这么 一套东西啊，就有这听众们大家很热心，哎，居然替我找到了两部啊，寄来给我，很古老的东西了。我一看后头的版权页，民国初年啊，大概年岁跟我差不多，90年以前的东西啊，商务印书馆印的，但现在商务印书馆他不知道这个书啊。我拿到这套东西，我觉得这是感应了，祖宗之德了，三宝所感啊。我拿到这一套，这一套大概没有人看过啊，因为书是新的，纸很旧了，都黄了啊，没有人看过，没有翻过的这个痕迹。我交给台湾世界书局印了10000套啊，他本来字很小，把字放大了，印了10000套啊。那么现在这套书，我找了一些老师啊，蔡老师他们这些人分头把它注音注解翻成白话文，再翻成外国文啊，就可以帮助全世界了啊。那么这是唐太宗啊对于现代人的贡献啊，有这么一套书啊。这套书我这次来好像也带了几套过来啊。这个版是日本的版啊，我们照这个原版翻印的。下面接着呢，狐疑，狐性多疑，动物里面疑心最重的是狐狸，所以用它来做比喻啊，称作狐疑。忧郁不绝越疑，一念害善害善根啊，譬如毒刺啊，故万善同归其源，皆性根而拔一次啊。这个是非常有道理，我们应当啊要记取。啊，那要怎样断疑生性呢？就是多读经，多听经，读经听经能帮助我们断疑生性能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可是这个里头先决的条件我们今天缺乏，就是多少读经啊，听经的人还是有疑惑。原因在哪？他没听进去，他没听懂啊。这个道理呢，印光大师讲的最好，他没有沉浸心呐，心浮气躁啊，啊，特别是现在年轻人，啊，心浮气躁，功高我慢，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瞧不起传统文化，
瞧不起古圣先贤啊，对现前的心目当中没有父母，没有尊长，这样的人佛菩萨来教他，他都不会成就啊！不是佛菩萨不慈悲也，教不了啊，他不具备领悟的条件。所以印祖说得好，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万分诚信你就得万分利益。像慧能大师那样的人，那是万分诚信啊。所以他一闻就开悟了，就证得圆满了。我们这些人是沉浸心不够，所以你没有得到真东西啊！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麻烦啊！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到一个真正有沉浸的人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我这一生当中能得到这一点成就啊，刚才跟诸位报告了，我的命是个贫贱的命，什么都没有啊。自己知道啊，所以绝不强求。好在呢就是有一点沉浸心。遇到这三个老师他肯教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难，对老师是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而且老师教我的非常认真。原因就在这一点。我在讲经的时候都跟诸位做过报告不止一次。给大家做参考。一个好老师，他的心目当中他的愿望就是要把他所学的东西传下去。中国古人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后不是说你的子孙多，不是这个。你子孙当中有没有能够承传你的家道、家学、家业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人，这是不应该。你们的家业只有一代，底下没有人传了。所以子孙当中要真正有能承传的人，这叫有后啊。没有承传的时候，你家就败了。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为什么？从小不教。我们学佛的人肯定了，人性本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我们现在能肯定为什么他还搞六道轮回？为什么还受这么多苦？没人教他。为什么没人教他呢？他没有沉浸心。沉浸心要从小培养。现在哪一个父母教儿女沉浸？
啊，纵然教他，他也不相信呐。什么原因？父母没有做到。你教他诚敬，他看你不诚不敬，他不相信。啊，古时候父母做到啊。啊，小孩看多了，成了习惯了，他学会了。啊，那么这是大环境，现在大环境非常不利啊，就是没有人教。我们学佛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首先就要学诚敬，你看至诚忠信啊，至诚忠信从哪里学习啊？从孝养父母学习。我们如果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尊敬长辈啊，尊敬圣贤，那我们这一生就没指望了，肯定继续不断的搞轮回，在轮回里面很苦，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不是小事啊，不是小问题，大问题啊。那我们应当把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如来当作我们这一生第一个目标。你要真想干，你必须把这个世界的情执、名利放下。那为什么呢？那是你严重的障碍。啊，你只要在这上不肯放下，这一生的努力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这一生不能成就啊！什么时候成就呢？来生后世再遇到这个缘了，能够放下了，你就能成就啊！所以能不能成就啊，决定在自己，不在别人，永远这个权操纵在自己手上。啊，如果还是迷在情执里头，那就完了。啊，能够真正放下了，你就成佛了，你真得自在了。啊，不但自己成就了，你也有能力帮助你生生世世的家亲眷属，那不止这些事啊。你能帮助他们成就啊！啊，所以这个功德利益了，无量无边呐！啊，坚定信心，拔除疑惑，要用真诚恭敬心来学佛。啊，你看现在我们佛门里面讲经。还有这一点礼节，现在学校里上课完全没有了。那我们那个时代，老师上课还有立正，大家一起行礼，啊，还有一点，现在没有了。啊，尤其在大学，课堂已经不像话了。啊，学生躺在椅子上，两个脚放在桌子上，啊，这样来听课。
老师摇头不敢讲话。啊，讲话什么？讲话学生揍你啊。你惹得他不高兴，真打你啊。你有什么法子？啊，是方老师当年告诉我，这60年之前还那个时候还算不错。啊，告诉我现在学校，先生不想学生，先生不想先生，啊，学生不想学生。啊，老师来上课是为什么？为了拿这个薪水过日子。学生来干什么？来要文凭的，所以欢欢喜喜送他文凭。啊，过去所需啊，不再搞对立了。啊，能不能学到东西，与自己不相干。啊，不像从前，从前老师真负责任，现在不敢负责。啊，所以这个社会风气啊，一天不如一天。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求生净土这个念头定了，不再有疑惑了。啊，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一点都没有错误。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一堂课我们就学到此地。